个什么小妹？对，不怪哦。咱讲了，有迄个小妹，就迄个大兄，即个不平是非的人，就是像你这种人啊！咱大家己的小妹，你小妹实在要真未见笑呢。查某囡仔大名大姓，看到查甫人尔，就安尼哦，敢若会是偌爱我呢？敢我偌好呢？你甲我牵手，你招我去佚佗，我甲伊提出是我袂晓见笑呢。你这哦，甲我牵条条，我阁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竟然做人的大兄，还驾驶你家己的小妹，反倒转，你竟然无甲你小妹讲伊的唔对，伊的不是假交换。小妹真系敢若妖家乱输啦！我甲你可比一比，可比唔关家，我怕爸人会来去。哎，你干嘛？喂啊，喂啊！无怪人咧讲啦，讲你是妖家啦。哎，我才拄仔咧保持我的风度啦，我就是欢喜甲你同款啦，无水准，无风度，讲着话都袂清袂楚，人对方本来是去我前倒伊啊，无你讲一个就歹势啦。你阿妹啊，人太某的身份嘞，看到伊你小妹是你小妹阿弟嘞，你爸亲妹就拍走我的妹妹，我来嫁你出去，哪里敢来啦？哎，啊，讲小妹啊，我今我是为你设想的哈，你知不知见笑啦哈？你看查某阿妹毛条条，你袂做你我故事嘞？啊，你当心小妹阿弟啦，把你小妹搞到喊人拍片，把人你阿妈骗去，你阿骗去走嘞？这就是你的好小妹啊，小妹就是安尼卡，刚刚安尼一个爷家看到查某就想啊，看到查某就想啊，哦，看到查某就兴的都叫开啊，哦，你拢无像人个时段嘞哈，伊是你阿姐嘞，我会当骂伊，你袂当骂伊，我不骂伊啊，我骂的是你啊，阿花阿唔该开价好，阿要做啥？阿要你做，阿要你做，阿要你做，卖安尼啦。就你教我安尼讲的，小弟你，对啊，你家己看，啊，咱身份也无共查清楚，啊，就去用骂讲什么，无乖家，啊吼，去拍人的啦，对啦。